谁能明白？谁能明白耶稣牺牲的爱？上帝既然连自己的儿子也不顾惜，让他为我们牺牲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指控上帝拣选的人呢？上帝已经称他们为义人了，谁能定他们有罪呢？基督耶稣已经替他们死了，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了，如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祷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困苦吗？迫害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危险吗？刀剑吗？谁能明白？谁能明白耶稣牺牲的爱？